斯朗拿度变成自由身，盛传沙特阿拉伯是他下个目的地，似乎没有欧洲豪门对他有兴趣，他就只好由欧洲变成亚洲。沙特阿拉伯球队艾纳斯已多次传出无限接近他。西班牙媒体透露，37岁的斯朗将会同艾纳斯签下1-7年的合约，球员合约年期为2年，直至2024年，另外5年合约将会成为沙特的大事。其中一个职责就是协助沙特阿拉伯联同埃及和希腊争取2030年世界杯的主办权。沙特出手仅是有诚意，据报他担任球会大使更会加人工，每年获得1.75亿英镑的薪金。根据外媒报道，斯朗和家人现在在杜拜等待合约完成就可以去沙特。